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峰啊，今天要来到我们农村的狗市场看狗了啊。狗是很多啊，黑狗、白狗啊，这里有两条五黑，但是平时很普通的，再看看这边，哦，这个朋友说他有一条五黑啊，现在感觉他就过去看一下。刚刚哪个？公啊。公啊。他的利息太深。嗯。大家看一下，成黑色的。这吗？一条两个对一条。虎头猫一样啊。虎头猫，公啊吧。嗯。这个老白白有这个，我帮他拿这个五黑，这个是长毛的。哦，看先看一下。这条也是五黑，但是还是算了吧。啊，今天老梁就拿一条虎头猫的五黑犬啊。 对比一下这个，这个就是老梁拿了啊。哦，现在小狗已经到家了，到底小狗好不好，就要先测试一下它的胆量才知道。对于一条初来乍到的小狗啊，有经验的师傅啊，大家看它的尾巴都知道，这条狗的胆量到底怎么样啊？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去年这条20斤的小白龙。 省过了欺负它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尾巴还是翘起来的，所以这条狗的性格是很稳定的。虽然这条比它大两倍的小白龙不断的挑衅它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条五黑小狗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这条五黑镇宅神器，长大以后是非常威武霸气的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